要在那个方向。那都没人。首长，不干啦，怎么都没人？我看到人了，那个黑妹在上面修，我看到了。啊，他往左边跳。怎么两个人都停在这边？我要找是刚刚那个德怀特，没想到是这个雪楼。他怎么绕到我前面了、啊？我还没进灵界啊，朋友。他有点可爱。我怕那个德怀特在那边修，所以我先赶快上去踹那个那台机，因为他快修开了。我就知道，差一点可以抓背。还在那边装，以为我会冲下去是不是？在那边装什么？笑死，在那边装的好像我会下去一样。太快开了，我也觉得段位应该不高。有，果然有人来救这个人，在右边。嗯，我怎么在那听到哀嚎声啊，是我错觉吗？还是我听错？我看到人了，在那边。哇，他好远哦，好会跑这个人。刚一个错过就……Hello， 没有人救钩子上那个。哎、欸，有斩杀哎！在修，算了，我们多挂一点好了，就是增加他的挂数，不然如果太快斩的话，我们那个段位不太好看。你在那边干嘛？看，我连进灵阶都不用，我就直接被放倒，你在慌什么啊？你到底在慌什么？大姐，我还没进灵界啊！你到底在慌张什么东西？有人要去救人了，小屋那边。哎呦，怀表漂亮，漂亮漂亮，那应该有人去救这个人，救这个漂亮，这个人，这个德怀特。Hello， 德怀特。反正应该他们比较强。找到，他在板下等我。我听到他的声音了，睡梦幻全安哦，上好。有人在远处修，那边有人修。哎、欸，你帮我记一下谁可以斩，谁不可以斩，好不好？帮我记一下有谁恶挂。
耶、yeah, ！第一次遇到你，嗨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这个爷在干嘛？恐龙爷 ，What are you doing， 爷？P 二 P 四可斩，好，没问题。手感有回来了吗？我觉得还好哎，我觉得今天他们这组真的是蛮菜的，就不太会玩，所以就打起来就还行。我还是被修两台啦，有人下去救了，漂亮。那个应该是 P 三。找到。有一个应该还在下面。嗯，没人吗？对，我就知道有人在下面，因为不可能那个德怀特这样，然后下面那个人没出来。在旁边。Hello。这个好像没办法斩哦，这要先挂。然后我回去斩那个阿德。阿德你在哪？阿德你在哪？阿德 ，Where are you？ 好、oh. oh. 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给你救。阿德，如果他没有这样被捕爆，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哎、欸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你要下去了。哈，哈，哎呦，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哈完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。这边有人，你还在这边给我猜？你不知道有鸣喘吗？我在这边，不行了，这个也要斩了，因为我这个借这个好像也二挂了。哈！哈！啊，怎么都被马赛克？难得，我都被马赛克。连黑妹也掰了，阿德黑妹都掰，然后现在跟我转玩躲猫猫了，你信不信？每次到这种局面就是都躲猫猫。哦，有人在修、哦，哦他，是我大跑吧？你没有大跑，你这样玩。哎、欸、爷 ，Hello 爷，这个爷在干嘛、啊？What are you doing, 爷？啊，那个雪萝卜跑哪去了？他半血。上一个拆我图的人，那个人坟头草已经长到比我还高了。那个雪萝不见了。嗯，那个血楼怎么不见了？他半血了。你们要看四斩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我就干脆斩一斩，就是把这个人斩一斩，然后或是挂一挂，然后让他们跳找地道走这样子？你觉得嘞？哎、欸，他补起来嘞，好猛哦、喔！哦，还有的打哦，他们四斩 哦, 哦，他们都补起来嘞，那这样右边的就要找人了啊，尴尬。那又要找人了，又找不到四斩哦，好啦，我尽量好不好？我真的尽量，因为他们现在如果一直躲的话，我也很难打。哦，原来在这，受不了啦！好浪费时间哦。我看到下水道在那边。哦，老头起来了。
那 OK， 我灯就可以直接斩了。我看到下水道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爷爷再挂就死 ，BBQ 就四杀。嗯，但他们现在都躲起来啊。他们现在全部都躲好好的。Hello， 我怕他知道下水道哎、欸，如果我斩了，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斩吧，我斩了他，如果知道下水道，他就可以跳了。在这边，他不知道知不知道下水道？哦，他不知道。哇，哑巴，这场的。那个也是很远呢、欸，这场的门也是很远呢、欸。尴尬，真的尴尬，这两个门太远了，基本上守不住。好远呢、欸！真的超远。玩人找他要下得到，那也没办法。玩鬼之后找得到，哎、欸，找到他。好、哦，我刚刚就听到有一个那个哀嚎声，原来是你。还好我带名喘啊，朋友。我就不进灵界了啦，就这样跟你玩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还是进一下好了。好烦哦、喔。抓到！我有那个、啊，我有母女戒。有了有了，终于满足你们的要求了，四杀四杀，哈！而且还是全二挂才斩哦、喔。哈！还想偷开门？被我听到了吧，朋友？哦，眼镜啦！哦，我讲错了，原来不是母女戒。哦，6314，哎，又是一个彩虹段位的，不过这场还不错啦，蛮好玩的。啊，还行还行。哈哈哈哈哈，难怪这两个跑起来这么可爱，原来是彩虹道柜的。